但你这个传单应该飞起来发。那你飞一个我试试。这样发太 low 了，人来人往的，有人看吗？你好，新店开业。我这数字也太差了吧！我叫粪厨，我今天教你一招高手发传单的生意模式，我让你一小时之内，方圆十公里的1000人、10000人都看到你的门店信息、门店活动、门店地址。问个问题，现在人在哪里？手机上，在手机上，在抖音上，对不对？现在每天有几亿的人在用抖音，每天刷几个小时，你自己也刷吧。占据了客户的时间，才能去占据客户的消费。我来教你怎么样发抖音，好不好？手机给我吧，因为我每天都有几十万、几百万的播放，看到我的视频，噔噔噔的发好多条曝光。打开抖音，同城竞，同音选，然后点开这个话题，直接点立即参与。我们只要拍30秒，然后我们直接点下一步。然后这里一定要先点一个画质增强，然后增加一个话题，就相当于给自己增加一个 SEO。南宁哪家酒店最好？附上我们的这个行业热点、同城热点，然后酒店热点，你全部都附上去的。我们点一个地方，你在哪里？一定要点一个高级设置，高级设置要选择高清发布，好不好？你想不想让更多的人，十万的人，甚至100万的人都看到你发的短视频？点这个三个点，点上热门，点我想要加热的视频，一定要选择自定义投放时长，一般开始投24个小时的，男女都要吗？多少年龄层的？年龄层也可以选，对不对？然后再投现在更多智能的，选全国，我们现在在哪里？南宁本地，是不是？根据用户的兴趣去选，这样投放就非常的这个精准。所以我们现在这个传单啊，不要再傻发了，借助互联网大数据的方式协助帮我们去发传单，怎么样？学到了，学到了，请我吃顿饭呗，这个可以吧？走走。